嘢啊，咁總之為嚟緊嘅新年咧就做最後衝刺同埋最後準備啦。咁喺呢個咁開心嘅時間，當然啦，我哋一定會準備好多好精彩嘅活動咧，係送俾大家噶。咁啊，恆基事業商場咧，今年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咧，就特別為大家呈獻萌貓迎福賀新春。大家都見到啦，我哋現場有好多貓貓，全部都係好有福氣嘅貓貓嚟噶。咁而今年咧，好開心啦，我哋可以邀請到咧本地嘅插畫師梁美美姿咧，就帶埋佢嘅呢佢四隻手頭上非常之勁嘅貓星嚟到啊。咁包括咗有咩咧？有咩強啦，有花卷啦，有湯圓啦，仲有可可豆啦。咁一齊咧就係嚟到恆基事業商場咧，就同大家見面嘅。咁所以一陣間，如果咧我哋活動完咗之後咧，大家都可以隨便同佢哋影相 ，OK？ 咁當然啦，佢嚟緊嘅日子咧，佢哋都繼續會喺度同大家度過農曆新年嘅。咁所以今日如果冇時間影相唔緊要，嚟緊好多時間咧都會可以俾大家一齊同呢啲福貓影相嘅 ，OK？ 咁啊，除咗有咁靚嘅貓貓之外啦，當然唔少得嘅，我哋會有我哋嘅靚女嘉賓嚟到啦。咁啊，呢位嘉賓咧，同佢識咗好耐。做了很耐朋友，但是呢近排又真的少見了，咁要上嚟見見先啊！嚟，歡迎鄭融。Hello，Sandy， 各位街坊好啊，各位沙田的街坊，你哋好啊。Hi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